充电，不吃碳水怎么练？下面开始我们最喜欢的腹部训练，看到没有？刚才要换的小宝贝看一下，这个换的长度非常 OK， 哎，绑起来会很费劲儿，而且它的哎质感不软不硬。不软不硬的，没力道来，很舒服，你明白？没力道来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我最近天天看凯凯男、凯凯爷，没力道来，这菜切的咋正好啊？不软不硬的。碳水吃的会变成糖，你的肌肉需要糖啊，你的肌肉需要，哪里买的壶啊？我橱窗里有，直接点开上面橱窗就有了。没有糖原练屁，难道是脂肪在支撑你训练吗？兄弟，是糖，是糖，是糖啊，宝宝。欧包当早餐吃可以不可以啊？正常的欧包，七年五季的欧包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戴老师不是亲自做过测评的，没问题的。吃蛋白质不行吗？吃蛋白质跟糖有什么关系？你无论是增肌还是减脂，你都需要能量，需要热的。明白吗？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，对不对？脂肪，对不对？维生素、微量元素都是你所需要的。欢迎我秦宝，好久不见。还是会滑到这个上面的，避免不了的，管他男人多女人多。王子哥哥不卡性别，只要喜欢王子哥哥的，王子哥哥都喜欢。为什么我宣誓感觉腹感觉不到很强烈？因为你的腹部力量不够，你在做悬垂举腿的时候比较晃，对不对？护腕是五号链接吗？对，我只上了一对护腕，就是我用的。涂的时候不涂就行了吧？涂的时候不涂也不行，不涂它汗会往下滑的，兄弟，它汗往下滑，它还是会滴在上面的，不要紧，很爽，听我的，舒服，扣花舒服。你有没有吃蛋白粉？吃啊，肯定吃蛋白粉。我马上有一罐那个 UP 的榴莲芝士蛋白粉，我操，绝了！大家到时候给大家安利一下，到时候给大家亲自品尝。如果 OK 的话，我安利给你们；如果不 OK 的话，就算了吧。做悬垂举腿的时候幅度不要太大，主播一天练多久做多？我一天有氧训练是一个小时左右，有氧看心情，最多不会超过半个小时。悬垂举腿一组多少个小时？做
前，不要给自己上设上限，做到力竭。增肌减脂能一起吗？不能。增肌是你的热量，低于你的消耗，不是你的热量，大于你的消耗。减脂是你的热量，低于你的消耗，它怎么一起呢？你只能说保持一定的体脂去增肌，明白吗？不建议你保持太低的体脂，就是我这个体脂稍微再高一点点去增肌是非常 OK 的。因为有些人体脂太高，超过15以上，你那个奶子都磁化了，你跟我说你激素分泌 OK 对不对？有上科技不？就我在想拉小细狗还上科技，别闹了，我是细狗不上科技，纯自然。如果有一天我上科技了，我会告诉你，明白吗？如果有一天我用了，你们问我，我会承认，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去牺牲自己的健康，这些人是值得佩服的，并不是他们用了，你就觉得，哦，他们用了，他们就不努力了。用科技的人，我们一天一练，他们一天两练、三练，他们比我们还努力，明白吗？大家不要觉得这样，别人是科技选手，所以练得好。别人付出的努力会更多，而且别人牺牲了健康，能明白吗？这些人，他们是值得大家去敬佩的。所以说，大家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如果有一天我用了，你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明白吗？敢做就敢用，没有什么好藏的掖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确实是自然的，我太自然了，妈呀！我要是用了，我估计会比现在起码大两圈。我估计我要用了，我现在估计10%体脂起码在85公斤左右，长了10斤的人。健身为了健康不是吗？好棒，好棒！我们现在多重？我现在85斤。健身也不一定是为了健康，每个人追求是不一样。你不觉得有些人觉得哇，这女的练得好恶心啊，好丑，好夸张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中国对吗？本来在国外就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民族，但是我觉得他能把就是站在那个舞台上很牛逼很帅，他为中国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能明白吗？我不只是擦肩还擦背，肩背都软。对，健身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态度，对不对？每天你们上班做一天那个萎靡的状态，精神状态也差，回家一倒，是不是一条，对不对？我每天的待机状态不比你们短，我每天睡4-5个小时照样练，对不对？照样很兴奋，因为你训练会让你身体分泌出来某种物质，它就会让你很兴奋，对不对？健康一点不好吗？对不对？不一定说是健康的身体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积极向上。虽然我知道你们有向左向右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向上。
己做做主，做到你做不动为止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中暑不练了？跟住练不练没关系，就跟你的训练怪兽哪个好？我不知道，我有一种只有跟你有一种训练怪兽的，不能说哪个好吧。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吧，每个人喜欢的喜好不同，就跟你喜欢吃热干面，我喜欢吃热干粉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热干面好吃，我觉得热干粉好吃，你能说不好吗？它同一家产品，同一个师傅的手，是不是？体现支撑。练哪练腹？新的练过去，快点练练，不然练不练看看就好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对，准备卷腹就是练完了。等一下，先吃一口。所以说我平时都不吃热干面跟热干粉，我是把热干面跟热干粉拌在一起，这样就没有选择焦虑了。Thank you.